大黑号，打刀锋吧，来信息了。 全军出击！谁发来的？拉克斯？这是谁发来的呢？嗯，还在变的呀！哎呦我！ 点，点，点，坑，点，点，闪现点，坑死。他怂，他就死。他如果不怂，一直跟我有点机会。但是他带的是传送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就是立刻就放点盐，给他让他劝退。 不要吃这个笔翼双刃啊！这个笔翼双刃吃了要死。该回家了，这刀锋这玩意儿不好压。我寻思大虫子上单呢，你知道不？我给整个 EZ。 给我整个刀锋！哎呀！黄 buff 没了。 给了个双 buff， 没事，看我们能不能拿回来。控线啊，这波控线要兵线出来。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。别上了啊！别上了！别上了！这波如果给我拉着，我就死了。塔下收兵。 点打法溜，哎呦，这都能看到！同学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？不能上啊，不敢上。
点烟劝退吧，刚才我是靠着他。等个六，世上有许多英雄，但没有哪个英雄和我一样。希望这招管用呀。这没挡着，后边有个残血小兵啊，小心点，他抠过来。能吃下我这一招吧？变强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会弄清楚的。逆势射击，我们就慢慢抠吧，跟他慢慢打发育吧。这刀锋这玩意儿不好杀。他不杀我都算好的了。训练固然重要，但稍微开心一下也没什么。我们属于是有点被扛他了。够了吧？有破绽，有朝一日，我将完全掌握我的能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咦？他车是没补着啊？没在里边吧？没在里边，推兵线。推过去，我们回家。不推了，这么地儿，没过去就没过去了。我不会让任何困难阻拦我。我决定来把三项的 EJ 看一看。我应该开个大把这车给他补了，看看有没有残血的人啊。没有，打发柳一上来点坑人头。吃点塔皮，动作好快！哎呀，刀锋传送了，我马上到，一点血。扣你！哎。我已经看穿你的攻击了。他俩还打上这峡谷先锋，他俩凭啥打呀？我一走。松懈了。
没明白啥意思啊，他俩凭啥打呀？算了，这狗屎不吃了。出盾弓，我看你像盾弓。要记得课上学的，集中精神，然后再攻击。这是啥意思？哪有这么越塔的呢？要给我的招式取一个厉害的名字。秘术射击。Legendary。不能认输。再见。没事，他没有闪啊，可以慢慢跟他抠一抠。吃狗屎的三项多少钱呢？1980，我够了。是从神之兵器继承来的吗？给个大！哎，依你一下！敌人可不会对我手下留情，我需要再认真一些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现在都在干什么呢？ Legendary Double Kill。 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我真的不够强。我们不着急，他现在就有点急，知道吧？有点急了，他现在很急。我靠，我这两个兵。许多英雄，但没有哪个英雄和我一样。你急不？成连攻势，甩大。你急不急？一坑，不能让他们失望。W 坑，靠，全空，往右边走了。你急不？一上来抠死！你现在不急不行了，你得急了。呀，怎么抠歪了呢？伤害好低呀、回家无敌了。我不用负责修理。红莲暴力。红莲破败。哎呀，
这妖精都已经有点杀疯了，我发现妖精是个腰带呀，25层美甲窃魂卷。我们跟着妖精走一走，要不然他没有肉吃。这就是我的能力，我是要成为英雄的人。抠你！100块。有点便宜。放着扣你悬空有点烦，回家两件套，要不然这没有伤害。算了，跟他俩玩一会儿。敢过来抱我呀！回家出两件套，140不是没有理由的，这都两件套都没用。给大家解个账。